11月20日，一身清丽脱俗打扮的赵丽颖在豪车的护送下，首度以手机代言人身份亮相江西南昌。从影视剧到综艺节目，从手机游戏到时尚手机品牌代言，因清新自然的玉女形象备受喜爱的新晋国民级女神赵丽颖，如今可谓是内地花旦平霸的代表，其塑造的小谷形象更是牵动着无数粉丝的心。而这次代言的手机更是以小谷命名，令他开心不已，并大方开玩笑道，以后喜欢小谷的人就真的可以带小谷回家天天陪伴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赵丽颖的古装一直备受好评，私服品味却是饱受诟病。谈到此事时，他表示平常精力主要都放在拍戏上，对于穿着来说感觉舒服就好。可能平时我不喜欢被其他的一些琐事所打扰，所以我都会自动屏蔽。我希望我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拍戏这上面，因为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人可以帮到我的，所以我对于穿着来说，我还是说可能自己舒服。如果在自己精力有限的范围情况下，我会自己说可能稍微注意一下搭配啊，稍微去学习一下。但是如果说跟拍戏来相比较的话，我可能更希望说把我的作品拍好。近日，赵丽颖参加表妹婚礼获捧花，嘟嘴卖萌引热议。采访中她表示自己也是有期待的，希望能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。我都去抢这个手捧花了，当然也是有期待的，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。我觉得我应该去沾沾喜气，然后去祝福一下朋友，顺便说自己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接下来会有一个好运气，会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。好，那是有着急想嫁的那种？没有。那有什么？那会在圈里选吗？还是会？这是我说选就能选的吗？我也可能自己觉得也需要一些时间吧。自己现在更多的东西是在把注意力更多的是放在工作上面，所以这个没有，现目前还没有安排到说有一个时间去给自己。土豆娱乐南昌报道。